韩国瑜到彰化直接跟中小企业主交流，韩国瑜表示，未来驻外的单位除了处理政治层面的问题之外，也可以执行货出去人进来的工作，帮忙中小企业把产品销出去。面对中美贸易大战，韩国瑜表达政府要支持银行，银行要支持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因为得到资金的压力上的纾缓而来支持劳工，以实践可以执行的方式为企业主跟劳工们擘画未来。我想跟中小企业主讲，我们很多观念要开始扭转，像我提出一些观念，大家都说这个韩国瑜你那个脑袋跟人家不太一样，不敢哦。我们驻外单位将近一两百个大使馆，除了传统上在政治层面研究每一个国家执政党、那个国家的在野党、那个国家的民意趋向、那个国家跟我们友情好还是不好、那个国家跟我们断交还是建交，除了这些之外，这些大使馆还有没有其他功能？有的，这些大使馆可以当我们伸出去的拳头，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中小企业主苦是苦在哪里？我们85%都没有独立出口能力，大概有15%有。那如果我们驻外大使馆能够执行货出去人进来的工作呢，未来经贸外交就会开始起来。所以如果各位如果中小企业主有好的产品，但是咱港口底得位，我们没有办法推销，因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资源不够。但是驻外大使馆，一个是用产品来分，我住在奥地利，我住在澳大利亚，我们这边国内有什么产品，驻外大使馆知道，这就是一个观念。所以未来我一直主张，我们的外交要从传统转化为经贸外交，每一个驻在国的人搭配我们外贸协会，都负责要把产品销出去。最起码销不出去没关系，要介绍我们一些中小企业的产品，这个是一定要做。第二，中美贸易大战在即，中小企业主非常害怕，非常担心。我提出一个口号：政府支持银行，银行支持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支持劳工。我再说一遍，中小企业主很多的时候是被银行抽银根，因为环境不好，使得中小企业主面临到巨大财务压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支持银行，让银行支持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因为得到资金财务上压力的舒缓，来支持劳工。那这样子，我们这个社会各方面面临到各方面这个经贸大战这些风风雨雨的时候，我们才能挺得过去。这一点我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度请大家不用怀疑，中小企业是台湾几乎占台湾整个98%这么重要的经济结构里面的比例，将近140万家中小企业，这个绝对不能经得起任何风险啊！这一点我对中小企业主跟大家报告，我是非常非常的关切的。韩国瑜说，他以前当立委的时候呢，曾经到央行的金库里面去视察，然后他发现说里面的黄金哦都已经变绿了。那针对这事情呢，蔡总统他有评论，他说韩国瑜的说法，据他了解，黄金不可能变绿，但是现任的政府推动的绿能政策倒是可以把这个绿呢变成黄金。来听一下他的说法。我另外提是什么？是那个黄金区。我的了解应该黄金不可能变绿吧？那但是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绿能的政策哦，那绿能这倒是可以变成黄金，倒是真的，绿金可以变黄金。好，最近韩国瑜抛出了很多政策，那也终于看到两位主要的候选人有这个政策的交锋啦。韩国瑜讲到了很多的这一些不管是出国游学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蔡总统认为说，这有一点好像瞒天的开政策了，他觉得很可能会提高他跳票的几率。韩国瑜就非常强力的回击。我们现在看一下蔡总统怎么说。他说，韩国瑜已经变成候选人，讲政策应该先经过完整的评估跟规划，不然你支票开越大，跳票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好，那他常常会发生第一次讲看起来像政见，第二天就修改，甚至全盘的否认。他说选总统还是要谨慎。韩国瑜说政府一定要把这个预算他讲的这个预算其实就是送学生出国游学的预算，要大力的这个培养下一代，
这不是跳票的问题，也不是吹牛的问题，是整个资源往下一代来投资。蔡总统承诺过那么多，他自己跳票两个字应该要还给他本人，因为他说跳票是民进党自己本身，像是劳工政策、能源政策，包括电费说不会调整，结果都调整了、啊。那到底谁在跳票？那来讲一下这个韩国瑜他讲到跳票的部分，有讲到劳工跟能源。劳工的话，大家是想到说，2016年蔡总统讲说劳工是他民进党这个心里面最软的那一块。后来2017年的时候，劳工抱怨一例一休，蔡英文冒号说你去跟你老板讲，就是在飞机上面出访的时候讲那一段话。还有2016年蔡总统承诺公斗不会砍7天假。但是呢，这个周休二日后来被一例一休架空的时候，蔡总统承诺要还给劳工7天假，假跳票。哦，这个说法其实是网络上这韩正颖他们整理出来的说法。韩国瑜选前还承，蔡总统在选前的时候还承诺说他会订派遣劳工专法，但是全国的派遣劳工的人数却是年年增高。哦，从2016年的79万到2017年的80万，到去年的81.4万。好，这个制定专法，但是却变成派遣的人工越来越多。大家也知道，那个人数越多，其实对台湾的经济是比较不是正面的一个发展。那讲到这个劳动部长，他们其实2019年的时候就有讲到，劳资旗舰的时候很难凝聚共识，定专法短期之内会有困难，所以这部分也被让人家觉得说，哎，跳票啦，选前讲的跟今年讲的好像又不一样。蔡总统的能源政策，2015年，蔡英文说执政之后不会缺电。而且会逐步的达成飞核家园，10年之内不会有大幅的调涨电价。但是2017年8·15大停电，当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这个跳电的大状况，那电价还是有涨，像今年6月夏季电价就涨了最高，高达了27%。所以刚刚有特别讲到，蔡总统说这个绿能可以变黄金，他说黄金不会变绿色，可是我们的绿能可能真的可以变黄金。那针对这一话题，其实有一个人非常熟悉，他全程都跟着，就是台北市议员张思刚。思刚你好。你好，飞君好。思刚想请教一下，就是当在讲政策跳票的时候，韩国瑜回击蔡英文的时候回击的蛮猛的，他说那个跳票你已经把它兑现了，因为他韩市长还没有做，不知道他会不会跳票。但是他讲到蔡票的时候，他特别点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劳工政策，一个是能源政策。你怎么看韩国瑜讲的这两个蔡总统跳票的部分？我想劳工政策的部分呢，其实很清楚，包括一例一休的问题，到现在3年多了，还是大家还是很多意见。那当然，民进党在当初修法之后，就面临到很多民意的反弹，所以他后来做了再次的修正。但是这再次修正之后呢，并没有得到劳工界跟企业界的算是全部的支持啊。大家对于这个一例一休的意见还是很多。那你说真的劳工有赚到钱，或是要休假有真的休假到吗？其实是打很多的问号。所以为什么在韩国瑜上一次谈到一例一休来提出修正的时候，获得这么多的响应哦？所以显然对于劳资关系的这一部分，蔡英文过去3年都是跳票的。那你再来看能源政策的部分，刚好这一期有一个报道在讲有关于绿能的部分哦。那绿能部分也是花了纳税人很多的钱去做一些贴补啊，比如说对于我们绿能发电厂商的贴补，而且是高于国际标准很多的价格去收购它的这个电，去定它的电价。所以在绿能的部分，是不是也是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它的政策？而绿能发电现在到底占多少百分比？坦白说，都现在还是在一个纸上画葫芦的阶段哦。那我们大多数还是依赖传统型的发电，特别是煤炭的发电。那这跟我们国际大趋势的减碳啊，这个部分也是刚好相违背的。所以你说这几年说蔡总统有政见有实现吗？好像并没有。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在2015年的8月啊，蔡总统一个活动之后，他就说他们准备好了，然后选上了马上拼经济。结果这几年下来，经济情况好像也跟他当初的承诺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检视总统的政见有没有承诺的时候，有没有实践的时候，我倒觉得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这3年多的日子过得比过去更好吗？是啊，是刚刚想请教一下，那像是这个推动以核养绿的台大医院的前院副院长王明钜，他有讲到说，台湾从2018年到2019年，全世界最贵的
离谱的这个离岸风电呢，绿能的业者不用经过民意同意，也不用经过立法院的表决，就可以以经济部定出的这个屯售的电价，再由台电跟再生能源业者签下2500万瓦的这个巨量的合约哦，公然的从2300多万的人口袋当中，每一年刮走了1500亿，20年刮走了3兆。这就是道道地地的强夺民脂民膏，所以他说绿能不会不必会变黄金的，绿能就是黄金。那这个有价值3兆元的大金条上面有9999纯金，全部都是混杂着来自台湾2000多万人的血汗黄金。你怎么看这个黄明炬他这样的一个说法？王院长讲的事实上是一点都没有错哈。那我今天刚好人在彰化。彰化也是离岸风电推广的最多的一个地区。然后呢，我们听到很多当地的朋友讲说，哎，这个为什么对于这个离岸风电的环评，感觉时间特别快，但是对于这些之前有国光石化厂，不是说彰化外海白海豚吗？会影响到白海豚的生态。那很多当地彰化的朋友在质疑说，哎，那为什么离岸这些风电厂哦，为什么对环境对白海豚就不会有伤害？所以感觉说蔡总统在做这些环评的时候也是双重标准，对自己有利的，然后呢或跟他也许很多关系在里面的一些政策发展相关的，他的这个程序会过得比较快。大概上个礼拜有一个新闻也许不大，在这个所谓的新能源业者哈，也成立了一个蔡总统的后援会。那这3年来可见的蔡总统的这边跟新能源业者的关系有多密切，因为过去呢在选举里面从来没有所谓新能源业者的后援会，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你说新能源业者坦白说是新绿没有错，是绿潮的新贵。是看今天联合报有公布最新民调，就韩国瑜输给蔡英文高达12%，那这个差距跟其他这个机构做的民调好像也是相去不远，大部分就是这样的差距。那你这几天，你今天在彰化贴身观察，你觉得韩国瑜在基层的人气是如何？哦，还是非常旺。我碰到很多的当地的朋友，彰化当地的朋友啊，讲说，他说我怎么都不相信那个民调，我说那个在现场看起来哪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到每个场次呢，基本上都是很多的就当地人。然后就搭这个小国旗到现场去，那你说外面有说，哎，是不是都是一些什么固定的韩粉，然后这样子到处跟着？我自己现场观察并没有，还都是大概90%以上都是彰化本地的朋友。如果像我们刚才在二林这边，然后我们等下再去园林，那都已经有聚集的朋友在那边。然后那个韩市长7点才要上台，可是5点外面已经都满了，已经都满了。所以他的基层的人气还是很旺，所以在民调这部分，我倒觉得要看的是一个趋势啦。除了联合报之外，其实苹果日报也有一个民调，那苹果的民调是他的这个拉近了差距，但是不表态的比率还是高。那联合的不表态比率也是高，所以我觉得不表态那一块未来怎么样去这个发展，是也许是选举的观点。那你今天跟他行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特殊的桥段让你印象很深刻，感触比较多的？今天的行程哦，来到那冠军帽的那个冠军帽，那个彰化的冠军帽那个庙哈，那个庙里面的当然也是给他一个冠军帽了。然后当场他也承诺了，在2020这个精密机械园区哦，这个部分在民进党时代也都是跳票的，也是个跳票的政见。那他当场来跟这个当场的群众就讲说，他对2020机械园区的看法，就是说他如果上任的话，他不会把这环评到作为一个变成一个拖延的借口，他要让环评赶快去通过，让这个彰化的子弟啊能够不要到外地工作，能够回到本地来。那确实也是，我们在当地观察，也是当地以长辈居多啦。因为我这个问了当地的长辈，他说年轻人都到台中或者是台北工作。所以他们希望在彰化的这个地方有这些大的工作机会。
斯刚，那最近这几天哦，韩国瑜他讲的一些政策哦，引起了高度的讨论，像是他要让学生可以出国游学一年啊，后来说被认为说他的这个说辞啊有补充或者所谓的修正，好，那你自己怎么看？他今天一整天也跟很多团体有见面啊碰头，好啊，在昨天的时候，韩国瑜跟这个青年朋友在座谈的时候，有两位年轻人都同样好希望韩市长接下来讲话，我觉得他们那个表达的方式是比较善意，他说我是为了你着想，我希望你这个用字啊遣词啊要谨慎一点，不然你讲的很可能就会被大家当成是正式的承诺，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很随口的说一说，大家可能会非常认真，这样特别提醒他，那你今天观察的时候有觉得他讲话方面会比较谨慎一点的吗？我今天有一场在庙方的活动是比较热情、比较开放、比较没有涉及到很多政策的事情。但是在二林这个地方的话，他讲这个关于政策的部分，他就也许就讲的比较小心一点。他就说他会说尽力的把它来去做环评的这部分，尽快的把它通过，不要拖拖拉拉，因为当地的居民说已经拖了差不多快十年的时间了，前前后后快十年的时间，所以地方上是希望有建设能够投入的。那所以这一块是这部分。那他谈到那个游学的事情，我看这几天这个网络上讨论很热烈啦。我倒觉得他这出发点是好的啊，出发点是对的，那可以让我们的年轻朋友在也许在研究所阶段或是大三大四的阶段有一个国际的活动，就是国际的视野和国际活动的经验哦，那个互相交换学生的经验。但是那个昨天两位年轻朋友讲的也没错，除了他的承诺的时候讲法要稍微谨慎之外，我倒觉得如果说有关的幕僚哈，能够在他提出一个政见之后，相关的细节能够跟上，比如说在由发言人或是国策顾问团来做一个政策细部的讲解的话，我觉得会很快的降低外界的一些质疑，跟外面去做一些做文章的一个空间哦。所以我觉得还有其实几天，如果在政策的这个发布上面能够更紧密，而且能够跟幕僚之间做更好的一些沙盘推演的话，我倒觉得这个选总统大选哦，还非常值得大家观察。思刚，最后一个问题哦，今天这个韩国瑜到彰化的埔盐的顺泽宫的时候，你有跟着吗？有，我刚好有在现场看到他。因为前阵子的时候蔡总统也有去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打听一下，双方去的时候他们的人气比较好，或者甚至民众庙方跟他们的互动的过程有没有不一样的？庙方都是来者是客啦，不管是韩国瑜还是蔡英文都以礼相待，我觉得这一点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还特别问了当地的民众，就是蔡英文来的时候人多少，那他们那个民众说今天来的人啦，没有动员，零动员，就大家就是在一个好像外面有个，我看到那个路上有贴一个公告，是韩国瑜几点几天要到这个顺泽宫来，他人都就聚齐了。然后您上次蔡总统来说是有一些动员的痕迹在里面的，然后来的人的话，今天下午来的，今天下午彰化挺热的，两点多钟的时候挺热，太阳很大，但是大家也都没有，大家都没有离开，然后都全程的帮他喊加油、当选，然后在顺泽宫大概停留大约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当地的县长也来了，王惠美来了，还有几位立委候选人都在场，大家互相加油打气。谢谢思刚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思刚，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